一阵轰天巨响，整排多管火箭朝俄军开火。仔细瞧瞧这套系统，发射管密密麻麻，这是捷克援助的 RM70， 跟乌克兰的多管火箭系出同源，不过有个吓人的名字，叫做吸血鬼火箭炮。Цей позивний має композитор. Робить музику на цих полях.吸血鬼多管火箭一波可发射40发122厘米火箭，射程可达20公里，装填只需短短不到40秒钟。捷克至少给了20套，非常适合乌军打带炮，快速转移阵地。Головне дуже швидко, на протязі 4 хвилин після того, як нам приходить ціль, 4 хвилини ми виїжджаємо。乌军非常满意友军的奥援，盼望能在东线的苦战中突出重围。而南部赫尔松前线的乌军因为安东诺夫斯基大桥毁损，准备进攻第聂伯河下游仅剩的要道卡科夫科水坝。水坝旁近在咫尺的城镇还在俄军的掌控之中，近来天天遭到乌军炮轰，抗俄神器海马式狂轰打得俄军叫苦连天。为了让乌军能够趁胜追击，美国再宣布加码援助。And that's why we announced anotherUkraine Security Assistance Initiative Package of $400 million this month.赫尔松的收复地区加快脚步，排除俄军撤离之前埋下的地雷，替下一波反攻扫平障碍。TVB 选综报道，掌握全球情势，国际新闻全新选择 YT 频道 TVBS 国际 Plus， 扩大视野，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